合理工时，合理工时，消灭过劳时，消灭过劳时。这一张就是台中客运它所提供的大饼，啊，这个是数位化的，这是他们提供的。在上面所看得到，这边乌漆嘛黑的，这个都是他开车的时间。啊，我在上面我有特别画起来。2016年6月25号，早上10点14分30秒开始开车，一直到晚上10点52分56秒，车子停止。这个就是我们公路总局陈伯彦局长所说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10小时以上才叫过劳。我就让他这样给他打脸。这个我只是随便抽我大哥其中一张的那个大饼而已。如果这不叫过劳，什么叫过劳？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整个客运业也好，或者是我们台东的公车业也好，长期以来都是如此。不只是我大哥，我大哥这个真的不是个案。所以我在这边哦，很沉重的一个呼吁，我们的政府单位和我们的资方，公车驾驶他每天所载的，以学生居多。我们的学生呢，早上上课，下午下课。如果今天我大哥发生像蝶恋花这样子的状况，我敢保证，那个发生事情死伤的人员绝对比蝶恋花还要来多。所以呢，我真的是很呼吁我们的政府单位能够尽快的做一个修法的动作，好好的保障我们的公车驾驶，或者是我们所有客运业、物流业的驾驶，他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其实就是5点27分的时候就已经出去，那在21点半的时候回到总站的时候，等于整个脑干出血哦。那当时其实他在车上是意识昏迷，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些的反射动作，所以他流鼻血，然后手还来擦鼻血，但是其实他已经是意识昏迷。那当天捷顺的这个他就停靠，没有熄火，停靠在总站的时候呢，是因为后面的大客车也回来了。踩这个按喇叭说，哎，为什么这一台客车就停在总站前面？为什么都不熄火？才上车查看。那上车查看之后呢，还以为他睡着了，还摇醒，企图要摇醒他。那因为摇不醒，才叫这个救护车。但是其实救护车已经在这个宝贵的黄金的时间来不及抢救。送医的时候已经是大量的脑干出血，如果一旦开刀做这个颅内手术的话，其实是整个回天乏术。他一个月的休息时间，大家看得到，以5月份为例，他只有一个月休4天假。一样的，7月份一个月只休4天假，那每天的工时非常的长，再加上说他4月份因为身体严重不适，所以把病假都请，特休都请掉了，所以到了9月份的时候，他身体还是很不舒服，可是他已经休假，已经有休假，然后又把特休请完，所以公司就以他旷职3日。这里写旷，这是公司提供，台中客运提供的班表，以旷职3日把他解聘了。这个时候，公
司完全没有去考量他的这个职业灾害，他本身的这个症状过劳的状况，却断然的用旷职三日不准假把他解雇。解雇之后他迫于生计，于是又到了这个所谓的捷顺客运。原本以为到这个捷顺客运的休假以及工时可以比较不要负担这么重，但是万万没想到，他明明因为在这些客运业，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单位，他必须要做健康检查，他的健康检查表里面没有一项是正常的，手握方向盘有车子有发动的这个工时，他去计算。第二部分，他是用劳基法，也就是说劳基法的规定是说一天正常工作8小时，但是呢，如果这个调整可以到12小时，所以他把第一个时间算出来之后，第二个时间就是他打卡到他下班，但是没有在车上的这段时间也算出来，就是我四点打卡，但是可能发车是6点，所以他把这个时间也算出来，这个是第二个时间表。再算第三个时间表，就是这一些劳工这么多年一直在争取的所谓的待命工时。待命工时是什么？除了我早上上班下班，我必须把车子这个清洗，或者是把它一开始要发动让它热车的这一些动作之外呢，我在车上我可能中间会有所谓的刚刚说熄火，然后暂时休息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待命工时，或者是去上个厕所或者是这个这个刚好是今天的这个可以让你这个，因为是冷，就他们会调班嘛，中间可能会有几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这一些所谓的待命的工时，他也把这样的一个班表算出来。就算这样子算，其实也都超过所谓劳基法的12个小时。那实际上我们算的，反正就是所谓的大饼。但是我们现在这两家公司很过分，他把大饼切两半。为什么要这样？他就是要让你去减缩你中间的休息时间以及打卡时间。所以他那个所有刚刚那个郑大哥他拿出来的大饼其实是切一半的，而我们的那个风客驾驶他所提出来的是真正应该要呈现的所谓的工时表，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的轮值表。有发动车的是这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上班打卡的时间可能又延长，那中间熄火的时间，这些时间依照劳动部的解释，这些都必须算入工时里面，是不可以扣除的。那其实如果这些加总起来14、15小时，我相信我们这位博士的郑姓大哥，他都是超过而且长达5年的时间是这样子在造表操课。所以我们一再呼吁我们的政府一定要赶快来修改，能够像比照这个欧盟的规定，能够所谓的这个制定一个所谓的驾驶工时的专法。这个专法里面是保障所有不管是所有的运输业或是其他的这些职业驾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制度。我们要给他们休息，而不是说我一定要限制你这些工时的时间。更何况我们制定这些法律其实是希望说你工作多少小时可以让你休息，但是我们的变相变成说你这个休息时间就把你扣工资，不让你就是待命工时不算工作，让你扣这个薪水，我觉得这是很过分的地方。这些其实就是他们的血汗加班费，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雇主积欠这些加班费已经非常多的案例，那也经过很多的法院诉讼也都争取到了这些。但是我们重点，我们的司机要的是这些加班费吗？我们不是要这些加班费，我们要的是一个更有保障以及甚至于保障乘客安全的一个制度。就是顶说早上5点来开完车，然后休息5、6个小时，下午2、3点再开，开到晚上11点，然后隔天又早上又4、5点。其实这个是现在台中市公车的所有驾驶员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也就严重的睡眠不足，至少要有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连续两个工作至少有11个小时的时间，叫我们司机才有办法再说一天下来那个疲劳之后能够完全的消除，我在隔天在开车的时候也才有办法说安全的来载运乘客，这样他一圈都是24小时。
然后这个有黑黑的地方，这个都是时速表。好，了解。然后这是六点。你知道了。好。然后有空白，这个就是车子没有在动的。然后这个就是中间有休息哦，一二三四五，就是五格，就是五小时。哎，然后这个就是大概下午四点以后继续再开。在下面。公共运输处来有个规定，就是说，只要你，预定的时间，比如说预定十二点要开车，但是你只要慢了五分钟，就会被公共运输处罚1000块。但是这个罚1000块，公司被罚，但是他都会把这个金额转嫁到司机的身上。我也当了3年多的物流业司机，深深知道说，司机这个行业真的是用命去跟他换钱的工作。我每天工作时间也都是跟他都一样，都是13、14个小时在起跳。我每天都是过着被单亲的生活，只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载的是货物，他们载的是人。工时这个东西，这个不应该是由我们这些运输业、客运业、物流业来去承担这么大的风险。还有，我们台湾的冠老板、恶劣资方，这么的刻意压榨我们的劳动环境，还有我们政府当帮凶，才会有这样一则又一则，死伤惨重，然后泯灭人性的这些东西发生。